出发了不老了。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차를 쳐줘.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유효로 大火 UO 了是吧？ 暴雨双核就可以了。 这永恩不是很厉害， 但是我队友会很厉害。 伤害但是不死，不拉回来。游戏怎么这样子？阿古尼，他也死了。看不到一些。UO了，大伙，这把真 UO 了。你们真不信有 UO 啊？这把开始了已经。 赢太多了，而且上把 KDA 太高是关键，上把高 KDA 高经济，基本没了哟。对，链子拉不回来，触发，但是他有伤害了，你自己看他有伤害，他不会拉回来的。你不信有 EO 呀？我们下路已经死了5次了。 女警加寒冰，同样两边都是双射手，虽然女警手长一点。
剑魔好打永恩，剑魔哪里永恩好哪里好打剑魔？永恩从来都不好打剑魔，只是很多人他不知道怎么打永恩而已。永恩不好打剑魔的，其实你符文只要带对了，永恩是不好打你的。我不走啊，你们阿古尼当了死了，阴兵是五血带节奏，征服者剑魔打永恩是肯定在按在地上摩擦的，但是彗星跟相位打永恩是很好打的，而且你装备要带对，出门装要带对，出门装没带对很难打的，一路局是很难翻的，几乎没得翻。제압되었습니다打不过他了，就买一个，那回家买装备，而且兵线不是很好，但也还可以打，只不过有点危险，主要是他豹女给我压力很大，我的豹女在下，这里 Q 一他可能就直接开 R 了。我操，一个 W 一百，这么疼。抓了个咬死，好，抓了个咬，他抓死自己。主要豹女给我压力大，豹女是优势的，是吧？
제압되었습니다. 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. 제압되었습니다. 660,我操，这豹女猛吃人头。 这猛送啊，连吃四个头哎，这豹女回家两三千块钱，宝塔都掉了。 저희 막을 수 없습니다. 风起代替幽梦，你要这么说也行。只是幽梦他的怎么讲，他伤害没那么高。 幽梦也能出，只是你出他更多是为了跑图资源什么东西。你要伤害我，建议你直接进第十期，打很多，我现在都是这么出，好用，是真的好用。 还是得去上 ，TP 好，只要不是那种特别打不过的架，我们都不要先去。我们就在上面找机会杀永恩，然后发育就行。那种特别打不过的架，我们再去。 开几跑追我呀！神经的，有病吗？有病吗？
我考虑前路。我主要是觉得这个位没什么用，这个位。他们如果位换成个冰女，我感觉我们又结束了。永恩，我们是压住他了不少。可以 CD 血库，要出就出三速，因为对面手比较长，移速比 CD 要好用一点。这个现在的游戏，剑魔在穿甲足够的情况下，移速是大于 CD 的 ，CD 没什么太多的用。这个屋没什么太大用。右位我感觉能再开白。这位也是个刺客位，不过没怎么用，这样出不好说。豹女被约哦，你要这么说好像还真是。我们这边这个武器是躺赢的，这武器应该是个连跪的，要么就刚结束连跪的。武器打也厉害，我就刚结束了。我们直接做冰刀，先买长矛之力。他打得真惨，这武器确实差一点。豹女刚刚是闪的吗？还是这样看我的就是，他没有用，我的就是。这个我移速好快呀，这个经济又是响的。
上 double kill。这居然有假球！我操，阿卡丽呀，这英雄恐怖飞镖人吗？这么夸张的，我好羡慕他的伤害呀，噼里啪啦就死一片了，我操。真的是噼里啪啦，就同样是用飞镖，这有个玩影子就没这么没这么好了，我操。同样是玩飞镖的，怎么有个哥们就这么幽默呢？啊，大伙，同样是玩飞镖的，有个玩影子的判准好像不太行，那个太夸，那个太幽默了，有点。那个打一个还打不死，这个打一群轻轻松松，我操。小傻傻，把他宰了！我操，开始秀了！没东西。哎，不过你恐怖归恐怖，你别送啊！我操。又是。杰确实太弱了，哎，也没办法，非指向性英雄就这样。剑魔还好，剑魔至少击飞伤害会很高。杰是怎么不行？好可惜。打了个视野都没看见，我接着抢走。他们这些英雄都不厉害，然后结束，这个出来就真结束了。剑魔伤害高很正常，你要能一直击飞，那确实伤害高；你要剑魔不击飞，那也挺幽默的。非常有趣。剑魔这版本也不用太依赖 CD 了，你随便出一点 CD 就很高了。不用太盯着这个属性去做。我练一手恐怖不会，我不会往卡里切。这英雄伤害高，他门槛也挺高的。这英雄看来好像是对面的豹女被 EO 了，我看了一下，主播话好像说的太早了，这把有点打脸，好像是对面豹女被 EO 了，他
他们上中下路还好，他们上路跟中路是最高的。